这是矗立在黄土地上的人民，一张脸沟壑崎岖，每根皱纹都曾风雨兼程，一双手撼天动地，他们以农具与大地相连，支撑起一座山。拖拉机在土地上轰鸣，与笑声一起响彻神州大地。山花在小手中绽放，开在了已然到来的春天。每个身影背后，都是涌动的时代。这幅刘文熙创作的中国画《祖孙四代》，用删繁就简的苍劲笔墨，将中国百年风雨融为一瞬，凝练成黄土地上普普通通的四代人。老人半蹲，与耕种了一辈子的黄土地融为一体，是磨难中走来的新中国第一代劳动者。铁锹入土，顶天立地，是成长于新旧时代交替间觉醒后的第二代劳动者。油门上热，轰鸣未停，掌握了知识和技术的第三代浑身洋溢着时代的新风。画中最娇嫩的颜色，属于山花般天真烂漫、未来可期的第四代。刘文熙的任何一件农民题材的作品，代表了中国一个时代，更不用说代表了中国美术历史的一个时代。延安东二十里铺，几十年前，每隔一段时间便会举行一场特别的画展。窑洞门口挂着一幅幅画稿草图，画家会特地邀请老乡们来做观众，给画稿提意见。这些画稿中有窑洞里其乐融融的乡里乡亲，有劳作中眼含希望的老人，有田野里捡拾麦穗的娃娃。生动的人物与鲜活的场景，刻画出黄土高原上劳动人民的生活质感与精神气质。画画的人叫刘文熙，1933年出生于浙江嵊县。从风清水软的故乡到天高地阔的陕北，他艺术道路的转折点来自与延安不解的缘分。1950年，17岁的刘文熙在上海育才学校开始学习美术。课堂上偶然接触到了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与人民群众打成一片，为人民创作。懵懂的刘文熙找到了学画的意义，年轻的心被理想与热情激荡，种下了名为延安与人民的种子。
陕北高原在嘹亮的信天游和强烈直接的阳光下徐徐展开。25岁的刘文熙开始了根植黄土的艺术生涯。热情淳朴的乡风民俗，沟壑纵横的黄土大地，震撼了这个江南人。他夹着速写本，一头扎进陕北的沟沟莽莽，一启程就是一生。刘文熙曾这样说，深入人民要深入到底，要有自己的艺术故乡。在他的艺术故乡，有个叫阮明的小姑娘，成了他画作中的常客。这个娃很有陕北味儿，他要在我就画他，画了好几遍。所以后来他家给铜川一个煤矿，我还跑到煤矿去看他。这个小姑娘后来成为了祖孙四代画中小姑娘的原型，她代表了黄土地上的第四代。她们朝气蓬勃，带着清晨雨露，一如手中的花朵，绽放出新鲜的光彩。她常年穿一个灰颜色的干部装，然后戴一顶灰色的帽子，多少年不变，能够走到哪里都能叫出人的名字，走到哪里都能管他叫爷爷、祖爷爷。我觉得这是对一个艺术家的奖赏。刘文熙熟悉这里的人，熟悉的人成为他的画中人。刘文熙画这里的人，画着画着就成了这里的人。20里铺是刘文熙最重要的写生点，曾跟牧羊人爬过的荒山，隔几年变成了梯田。新建的窑洞越来越多，孩子们也在慢慢长大，这里的变化都被他记录在笔下。数年持续的观察和积累，激荡了他创作祖孙四代的念头。那是黄土地上的四代人生生不息勤勉创造着同一个家园。他看到了他的第一代、第二代的艰辛，也看到了第三代中国农村发展的一种未来。从第四代能看到中国人在改变自身命运、改变土地命运一种理想愿望，然后用祖孙四代这个非常简洁的直白的表述来揭示时代在变化中中国将是有一个美好未来的一种理想。心中的人物蘸以笔墨，在120×97厘米的纸上定格。熟宣浸过浓重的干墨，粗厚雄浑，勾勒清晰有力的轮廓线，是生活粗粝的真实。高染法着色，脸部浮现陕北人家风吹日晒后特有的红晕。干渴锐利的边缘，是刚被拖拉机翻过的土地。在那里，四双脚深深融入泥土，祖孙四代向庄稼生长而出，有如一座座时代的丰碑。祖孙四代这幅作品呈现了一个带有预言性的陕北黄土地上的人家的那种群像，你仿佛能够看到百年以来中国社会的变迁和黄土地上代代繁衍。所以可以说这是一个以水墨语言表达的人民的史诗。在刘文熙的影响下，
一批批艺术工作者走向陕北农村，关注人民，记写生活。以刘温熙为代表的黄土画派，正是这样在时代发展中自然生长出来的。熟悉人，言造型，讲笔墨，求创新，是刘文熙为黄土画派提出的艺术主张。在这里，描绘熟悉的人，一如画家与黄土的深情拥抱，永远是刘文熙创作的根本。为人民而创作的信念，在刘文熙身上凝练成黄土沟梁间那个身着灰色干部装的身影，将描绘人民的一幅幅画作连接成了时代的永恒。你要创作吗？到生活中去。你要激情吗？到人民中去，他们会告诉你路该怎么走。